这是一场少年全垒打。男孩跑着跑着突然翻了白眼，摔倒在地。他的父母见状赶忙冲进场地，抱起男孩查看情况。可此时的男孩全身都在不停地抽搐，他们赶紧给孩子送到医院。通过紧急治疗，孩子的生命暂时保住，但是医生告诉他们，男孩的心房间隔有三处破洞，这导致心肌病变，引发肺水肿，所以男孩的心脏要比正常人大三倍，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他们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可医生接着告诉他们 ，Mike's heart is useless. He's going to need a transplant or he's going to die. 听完医生的话，他们瞬间崩溃了。可现在目前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移植心脏，但这不仅需要全市库存搜集，同时还要一笔不菲的开销。第二个则是用药物维持治疗，可以让孩子过得舒服一点，但是男孩或许只能活几个月，最坏的情况几周也有可能。男孩的母亲当场泪崩，他们抱在一起思考了很久。这时男孩的父亲反问医生 Okay. If he was your son, what would you do? I'd do the transplant, absolutely. Okay. Okay. Okay, let's do that. Let's do it. 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医生告诉他们手术费用下来差不多要25万美元，还好他们一直有交保险，但是医院一查发现他们的保险不包含这种手术费用，男人没有办法，只好拿着保单找到保险公司，可对方告诉他，他投的那家公司早就破产倒闭了，但他的这份保单依然还有效，目前只能得到2万的保费，但这显然不够。接着他们来到市政中心，可因为不是低保群体，这里的救助金无法给他们发放，他们为了凑齐手术费跑遍了大大小小的部门，可每一次不是不符合条件，就是在不停的推脱。今天男人来到最后一家福利中心，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可得到的答案依旧不变。My son is dying, I'm broke. If I don't qualify, who the hell does? I'm sorry. You're sorry? I don't need you to be sorry. I need you to help me.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借遍了朋友，还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可是这些连头款都不够，终于医院下了最后的通牒，如果还凑不齐医药费，明天就要被赶出医院了。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了，随后他背着包来医院找到医生，假意要跟他交谈几句，趁其不备直接把主治医生推进一个封闭的小房间。男人拿枪绑架了医生，只是为了让医院救自己的儿子。接着他让保安举起双手，把手里的枪交给他，可保安却说自己手里没枪。随后他用铁链把大门锁上，当着所有医生的面亮出了手枪，他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从现在开始所有需要看医的病人都能免费看病。医生只能被迫点头，他让保安关了电梯开关，破坏了摄像头，这下外界就无法监视里边的动态了。他先是帮孕妇安排了接生，又是帮忙抬中枪病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很快警察包围了医院，谈判专家跟男人取得联系，要求确认人质安全，可男人告诉他 You tell her I want my kid's name on the donor's list. You got that? My kid's name on the donor's list. 接着他回到急诊室，看到正在苦苦等待的另一名父亲，两人很快有了共同话题。男人说孩子出生前我跟你一样很紧张。这时医生通知他们胎位发生了偏移，他们需要送孕妇到妇产科。男人听完立马放人，可谁能想到被放出来的人质对着媒体大众都在大声地夸赞男人。Ma'am, do you have any comments about the gunman? Uncle, very good man. The gunman? Very good man. 现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听完刚才的采访，现场很多观众都纷纷站在男人这边，甚至出现了大量的女粉丝为他呐喊助威。为了控制场面，局长只好亲自赶到现场，他找到医院董事，问能否救治这个男人的孩子。People get sick, they die, that's the way it goes. I'm faced with decisions like this every single day. 面对这种回答，队长只好制定计划，他们准备骗孩子的母亲，告诉他马上会给孩子进行手术，而男人只要接到电话，就会正中警察的圈套。可这时电视中播出了一则采访，这则采访击中了所有人的内心。This whole thing, sucks. You know, I mean, it all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so incredibly easy. I mean, none of this had to happen if John had just been the friggin' millionaire, right? Or if his last name was Rockefeller. But you know, sometimes John don't get it. He don't understand that what we hold sacred in this country isn't values. It's value that's important.We got haves, we got have-nots. We got white collar, blue collar, and then we got no collar. Inside there, we got surgery, we got outpatient surgery, and we got out-of-luck surgery. There's a lot of people out there, Tuck. A lot of people here who don't got 250 grand in their billfold. To shame a man like that and back him into a corner. 男人接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发现是自己妻子打来的。他告诉男人医院同意给他们的儿子做手术了，可他不知道此时一名狙击手已经悄悄瞄准了他。这时有人告诉他上了直播，他挥了挥手转身回头一看，这时一颗子弹打穿他的腹部，男人倒在地上假装晕了过去。等他发现狙击手的位置后，直接把他拽了下来。
他这才意识到警察一直都在骗他。随后医院里的医生帮他缝合了伤口，男人把狙击手绑起来送到门口，他要当面问警察为什么要骗他。当群众看到男人的时候，全部欢声雀跃起来，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穷人是没有资格看病的，如果不是抢劫医院，他的儿子早就没救了。这时谈判老头问男人有什么要求。 Not hearing me, Frank. My son is sick. That's it. There's nothing else. 现在舆论全部都站向男人这边，警察没办法，只能把男人的儿子送到医院。医生告诉他，如果没有合适的心脏，儿子必死无疑。男人听完思考了许久。 Take mine. What? You heard me. Take my heart and you put it in Mike. 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是怎样的一个父亲，可以为了儿子做到这样。听完男人说的话，医生决定帮助男人。他突然发现，这位父亲从最开始绑架他就已经做好了牺牲。晚上男人来到儿子病床前，他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和蔼般的笑容。他对着儿子说， You always listen to your mother. You understand? Do what she tells you to do. She's your best friend. You tell her you love her every day.Too young for girls right now, but there's gonna come a time. And when it does, you treat them like princesses. Because that's what they are. 把自己想叮嘱的话说完，男人走向了手术室。他躺在病床上，拿着手枪准备杀死自己，结果发现保险没开，可把他吓得够呛。八分钟后，人质陆续走了出来。这时戴着帽子拿着枪的男人出来被警方逮捕。谈判专家看到路过警车里的人影，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时他推门而入，原来医院高层最终被男人的行为感动，找到全市唯一一个合适的心脏进行了手术，孩子的命就这样保住了。一个月后，男人因为抢劫医院被法庭判了五年，但这件事情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美国的保险制度也因此进行了大换血。最后老头亲自为男人打开车门，他敬佩男人的行为，因为在法律上他虽然是被判有罪，但在人们的心中，他才是那个真正的英雄。